这个车可以开。轮胎都被他卸完了，怎么开啊？来吧，我来带，我带你们来，走，带你们快。真的，相信我的车技，真的。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。撞一下就没了啊！我跟你讲。走。撞一下就没有了，相信我吗？撞一下就没了啊！相信我吗？要打满了吗？我怎么感觉？我相信我吗？还没有跑得快啊！快还是比我们跑得快的，看，好，还是比我们快的。左边那个，你说左边那个房区那个会不会看到我们冒的烟？直接他妈一顿突突把我们全部给砸了。找车吧，沿路找车吧，车开过去到不了了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你觉得我们在干嘛？难道不是找车吗？别滚下去，别小心。慢一点，你说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们求稳，有一个，你们在。带着我的希望走下去吧，快！我看得出来，蹦着！有！哎，对！完了，我们被堵桥堵死了，找船呀，现在呀。哎呀，老妹你放心，我开摩托是非常稳的。我先看了一下，好像没太大问题。没毛病。没问题吧？没太大问题。你，但是就是感觉腰腿酸痛，精神不振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有点怕怕的，救！快！救！快呀！草莓你听了很久了，陈哥，你听了很久了。真香啊！